各位好，请起立。今日，请坐。啊，大家同心，大家午安。足欢喜，每一届啊，来参加的人愈来愈少年啦。这咱，这就是咱民政府啊要执政的象征啦。啊，今仔日咱也照课表啦，是秘书长爱来甲你啊报告。但是秘书长伊拄啊有公事出去，啊，伊甲讲这个时间我甲两点半，啊，予伊阁接落去，啊，就予伊去做闭幕式。啊，但是我伫遮。要甲大家啊，予大家来三工啊，足辛苦啦！啊，我是讲用啊简报的方式吼，啊，要予大家搁较清楚咧。啊，后摆啊出去要甲人沟通吼，我较方便啦。啊，所以我拢是要提证据啦。有个人讲。咱开幕式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过，有的人讲，啊，台北的啊，有人讲，咱是诈骗集团。我甲问讲，什么人讲的？讲啊，就有人讲啦。啊，若有人讲，就是你讲的。我安尼甲呛，甲尾啊，伫边啊，一个人讲。啊，就姚嘉文啦、啊！开幕的时候，我有甲大家讲这个故事啊，无？我要拜托，那你甲姚嘉文有熟悉，请姚嘉文甲咱讲，咱民政府甲诈偌济钱？拜托，爱有证据。伊，咱讲伊是咱台湾啊的精英啦，台湾一个学者啦，台湾一个人格者啦。那人格者无事实，安尼对唔对啊？绝对唔对。我家己伫遮讲。我本身是教授、讲座教授，我讲的话句句负责，我讲的话拢有照片资料给大家。请姚嘉文甲咱本土台湾人讲，台湾民政府甲诈偌济钱，安尼就好，就可以证实我。保持我的羽毛，伊看伊讲话有事实啊无？伫咱台湾，拢予六十几年的教育，拢安怎？用骗的啦，拢啊用啊凊彩转一个，哦，什么人讲啦？哦，迄个什么人讲啦？啊，你人就爱讲出来。伫台南一个我大的牧师甲讲啊，我当面甲呛。到尾啊，新罗医院以前的院长、前院长庄明雄，伊才甲讲，那个是姚嘉文。讲出来，即马拢有人，所以我安尼甲大家讲，
本土台湾人伫世界上，哪甲姚嘉文有认识的？你叫伊讲，叫伊提证据。啊，无他在整个社坛上，伊要讲话，咱大家哪甲咧放屁的啦？所以要甲大家讲，讲话拢爱有事实。袂使讲听人讲，听人讲就是你讲的。啊，歹势啦吼！咱讲大家咧听讲，哎呦啊，这个啊教授讲话话遐粗鲁哈，我就是粗鲁。啊，我是咧求真求实，所以我要来甲大家讲台湾历史的真相。台湾历史的真相，拢要用 PowerPoint 给大家看。第一讲，因为有恁的来参加，咱足钦佩大家，所以台湾才有希望。若无恁来，台湾我无希望啦。哦，啊，这啊，我这三天来啊，要给大家较了解一下台湾真实的啊地位啦，吼，的真相，拢用 PowerPoint 予大家较清楚。首先，要甲世界本土台湾人介绍，咱啊通啊新德州的办事处，若有住伫新德的乡亲，啊，拢会使小招。啊，拜一拜四暗时，吼、哦、啊，这个九点啊，这个啥十九点甲二点拢会来。啊，因为这个所在啊，若要来本啊，咱中部啊，今日交通较无是啊，交通较无便利啦。啊，大家那会啊坐公车啊，5009-9102-601。啊，这个叫做地震吼，落车啦，吼、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那你属于新竹的，还是附近遮的人，拜托这个时间，啊，你就带你的朋友啊去遐，搁进一步了解，啊，咱拢演讲，拢免费啦，有的人看到，讲哎呦，啊，这入面唔知爱交钱无？无咧无关啦，爱予大家心内较安啦。无讲入面唔知讲要叫我无关偌济，我才歹势落地啊，底下要入去才歹入嘛。好，啊，这也要甲大家讲吼，咱无要无关。好，啊，这予大家知，过来介绍台北，咱台北有。啊，办事处啊！啊，台北伫什么所在？啊，重庆北路二段108号，吼、哦，重庆北路，吼、哦，啊，咱要坐捷运啊，坐个台啊，双连站，吼、哦，啊，你若要往北投啦，啊，是迄个叫做新啊，迄、那个叫做啊北投淡水啦，有个双连站下车。啊，那有迄个叫做大桥站啊，就是迄个芦洲线啊。芦洲线你也在个大桥站下车，吼、哦、啊，就是往民生西路行10分钟，那里散步嘞。希望世界本土台湾人，若倒来台湾，请来台北看看嘞。哦，啊，那拄啊拜二、拜六暗时，哦，我啊，即、這个啊7点到9点，暗时7点，啊，叫大家小招来听演讲。普通时，你若要参观会使哩，我甲敲一个电话，哦，啊，是毋是应该拢有迄个值班啦、啊？哦，有值班人员吼、哦，我甲敲一个电话联络一下，吼、哦、啊啊，好，
吼，太了解。有当时啊，因可能有诶所在是十点开门，甲暗时啊，可能甲九点，吼啊，因为有诶各办事处诶时间无一定共款啦，所以讲，那普通时啊，敲一个电话，啊，你啊讲要去办身份证，拢会使到即个所在办啦，也拢会使到即个所在申请，吼啊，互大家。较方便，哦，啊，这也只希望啊，大家有机会吼，来台北啊来参观一下。啊，要讲啊，台南，咱台南啊，伫阿扁饭店的旧主址啦。啊，若讲到这个所在啊，实在。足感谢秘书长的决定啦！我这要安怎讲？因为我住伫南部啦，啊，伫哩台南要找一个所在啊，啊，找足久啊，拢找无好势啦。啊，当然事先阿扁饭店要咧开的时啊，我有去甲交关啊，我才咧想讲，阿扁饭店伊啊遐大吼。咱啊，该参详过一过啊，来互咱用吼。啊，伊迄个门阁无开，正门无开，啊，咱甲开正门，啊，甲过一个互咱用吼，啊，毋足好个。啊，咱毋敢甲开嘴，因阿扁饭店伫台南做得无好啊。啊，到尾讲两个月后讲关起来啦，我阁有遐过，啊讲。顶让啦，哦，你招租啊，顶让啊，啊，因为去台南找几啊所在，看拢无好势啊，啊，到尾必须定落。伊讲台南奈无法度，台南是我咱诶台湾足发展诶一个叫做啊上早诶城市，啊，搁台南我诶。大家人民诶，拢是啊本土台湾人诶意识，啊，哪会找无一个较好诶所在？啊，我讲啊，无来，拄啊要顶让吼，我来遐带你来遮看卖，看看，必须听讲啊，这个足好，啊是安怎？迄阵啊，咱知影。我靠地也无遐深嘛，吼、哦！伊迄用那要楼顶楼卡会使那台客客的坐的啊，头四五百个无问题啦。啊，所以无遐多啊，咱落地也无啊，必须听讲啊，无安尼加讲看卖啊，必须听落啊加。讲讲的，讲讲的，有破咩啊？啊，到下联讲叫我甲州长明仔载透早去甲签起來，接到州长接到命令，伊讲这州的代志啊，州长你就去签。啊，州长讲好，伊明仔载签。无偌久，讲敲人敲三支电啊，三通电话来啦，讲啥？讲，州长啊，唔好去签哦，遐停车足无方便的哦。有三个人啦，三个人敲电话来啦。啊，州长讲，我中央命令叫我明仔载去签，啊恁。已经知影这个信息啊！啊，即马敲电话来，甲我阻挡，即个挡。有诶，搁是台中诶来，啊，有诶有台南诶啦。敲电话来反对，讲这个所在甲签起来啦。啊，伊才写报告互秘书长写啊，咩啊？秘书长看到迄暗未困去。讲按哪会这个情形？伊才甲州长讲，
打电话的人，这些人你都要注意哦。好，实在秘书长的智慧，足好。含台中都有人打电话来讲反对啊，敢是咧？唔才会发生咱这回去啊美国爱出差，啊拢是台中的问题啊。所以大家爱注意，秘书长迄阵都讲过啊，这打电话反对的人，佫唔是你迄州的。啊！你这都要注意啊！啊，哪会来反对？啊，迄个人边仔是真铁人，但是迄卡电话的人啊，都无来看过，啊，伊也反对，是要把咱的进度缓慢下来，无爱让你去做这间，这间有意义嘛？啊，边仔饭店嘛，啊，佫刷落，真的交通很方便。啊，我认为停车还很方便。哦，你看，大家甲秘书长鼓掌一下，真正伊的智慧是真正高人一等。啊，实在这回去都发生啊，甲做甲咱的高层哦，我都参与决策的哦。从这个小的问题就可以看出来，他要把我们这个单位他的进度给你缓慢，让你台南无一个啊，这个办事处遐好，所以大家想看卖咧。身边有匪谍啦，我受国民党教育的，讲身边有匪谍啦。安尼大家要注意啊，咩？大家拢互相注意吼。有诶是要甲咱这个单位甲拖较缓慢咧。啊，我搁直接讲，要甲大家讲互清楚。本拉登是安怎死的？是 CIA 嘛？咱这个单位，我是 CIA 的支持的。我甲大家讲，你若有做违背咱的动作，你去走的世界各国，我 CIA 找你算账啦。安尼甲大家讲就好，希望你来参加，阮足欢迎的。你莫甲阮伫遮咧破坏。有人藏入来伫内底啊无？真侪啦，有诶是还未发芽尔啦。吼，大家所以爱家己注意吼，身边有匪谍。啊，我都国民党教啊。有影六十几年啊，受国民党教育，伊甲我讲啊，讲身边有匪谍啊。吼，这予大家去思考，因为秘书长较无爱讲遮啦，啊，我讲也较粗啦吼，啊，所以予大家较了解一下。啊，这咱看了吼，咱这个卖放啦吼，因为大家了解嘛吼，咱开幕词有看过嘛吼。感谢三立，但是即马，那有不同的讲社团啦，发迄个500块的讲我身份证啦，啊，这就是啥？要甲咱缓慢清身份证的意愿，缓慢讲我们是诈骗集团，咱500块，顶回秘书长去。教会宣传的时候，一个举手说，你的身份证，不是500块而已，咱没有那个500块，咱是美国制造，所以我这严重啊，要告诉全球的本土台湾人，
拢转来请身份证。啊，拜啊，你那是啊，台湾啊革命的先行者。你的亲戚朋友，那伫台湾出世过，有住伫台湾过，拢有啊机会来请这个身份证，啊，所以拢啊欢迎因转来。啊，咱这是美国制造合法的身份证，吼、哦，啊，这我爱甲三立讲。伊甲咱讲啊，这是啊做啥物？自治啦，自治身份证啦。我甲严重抗议，吼、哦，报道不实，互人其他要甲咱适度拉越慢，讲啊，我只发500块啦，我有诶讲我只发300块啦，这是拢是要互咱诶适度。会拉慢，吼、哦，即予甲大家，予知影一个都清楚啊，吼、哦。啊，咱即摆要来讲真相啊。台湾地位的真相，啊，我真侪讲师啊讲过啊，秘书长啊讲过啊，啊，这张照片啊，大家啊看过啊。咱迄阵啊是啥物？叫做拓殖地啦。那不是殖民地哦，那是拓殖地哦。殖民地啊，大家要了解，那殖民地、拓殖地拢会使分割啦。因为是安怎会使分割？啊，无世界上美国较强，美国拢予占了去啊，当然嘞，世界拢啊美国个。啊，因为有一个规定，所以讲。依照国际啊，国际啊，公法啊，公因为是拿破仑战争以后，因家里有定一个条约，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无论你用什么手段，战争绝对不能够分割。啊，这历史上。必须听我讲，咱我来讲一个，予大家知影，搁复习一个。啊，1985年5月8号，这是啊生效，这是啥？侵华对象日本啊天皇呢，拢是天皇皇帝对天皇呢，好。啊！伊签的是啥？永久啊，割让的。好、哦，啊，这大家知影。咱过来看这个。迄阵啊，高沙部落啊，都还唔是清朝的统治啊。迄阵啊，那唔是啊。啊，清朝都甲挂出去。实际上，伊也无权利呢。爱去问高沙部落，看因同意也无同意。啊，高沙部落我无法度啊。啊，因我唔是政府啦，因是一个部落啦，所以我去互挂出去啊。啊，日本来才讲我啊，那会唔是清朝咧统治啊？所以才利用10年。去甲这个高沙部落一个一个征服，我足忝的呢，因为伊要安怎？一定他把台湾视为未来他的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一步一步按照国际法要做出来，所以这要予大家啊清楚。啊，必须听讲，迄阵啊，《噶玛关条约》同时有安尼写，辽东半岛割让给啊日本天皇，四个国家出来反对，袂使哩。辽东半岛是大清的
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迄阵啊叫做奉天啦、啊。清朝这满族啊，因遐为遐出来啦，所以不能割让。啊，伊就怎啊甲尾啊，怎啊辽东半岛阁予伊签一个辽南条约啦，才阁背啊，迄、那个做啊银两啊，予日本。啊，这是事实啦、啊！真啊，读国际法的人，啊，你唔知影讲世界啊，伊是国际法专家，迄拢骗人的啦。这都有案例伫咧啊，有通去查、啊。真正啊，国民党政府、流氓政府，伊哪会要甲你教这個？拢唔甲你教哦。啊，有诶国际法呐、啊，啊，读了无摕啊。好、哦，这让大家清楚一下吼。啊，这就是，这那是图片，讲的拢爱事实啦，这就是真相啦。啊，大家看卖咧，这啥？苏联的国旗嘛，啊，美国的嘛，啊，这车轮牌嘛，啊，这英国的啦。啊，这是啥？大家了解哦，吼、哦。啊，即讲受降典礼啦，那会挂出这个。啊，迄阵啊是中日战争呢，伊去哦日本拍甲走诶，去甲带四川去灭啊呢。到尾啊，两粒原子弹，伊讲伊那是战胜国啦。啊，当年讲打败战的战胜国，吼、哦，吼、哦，这叫趣味啦。把我们骗到说、哦、那一天放假好高兴、哦欸、当学生的时候说光复节放假、啊、是那光复节这是什么中国战区、啊、台湾省受降典礼、啊、大家不知道看到这比较细腻看不到啊，这拢插美国国旗啊！啊，这写光复节骗很大，真正骗很大。啊，这我写唔着，我改无过来判写，那可能这我甲处理的人处理无好，我抱歉吼。25号，这确实25号。啊，这个南法都甲改，随甲改吼，拜托，因为会出这个错误我。就拍摄，啊！我这多谢你，这工作人员真的是我家里识个，啊！我，好，就感谢吼、哦，你的指正吼，咱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啊！这是安怎咱爱去思考这个问题。咱迄阵啊。我叫阮老爸拢叫啥？我多桑呢？叫阮妈妈啦，叫较长呢。啊，讲啥物？甲尾啊，讲咱是中国人，啊，无法度啊。美国甲英国拢反对呢，伊也无要插你啊。伊去甲麦克阿瑟讲，我安尼较好管理啦。啊，甲咱骗啦。骗讲咱那是战胜国的国民呐、啊，所以叫这个光复节啦。实在咱是战败国的啊臣民呐、啊，是日本天皇的臣民呐、啊。伊无爱甲你讲啊清楚啦。哦，恁拢是战胜国的国民呐、啊。啊，咱迄阵那是讲有诶咱只诶本土单人是咪讲？啊，咱战士啊，啊，咱也无爱做战士。那要台有诶讲要西归挖大饼啊，战胜国较好咯。唔只系咱甲机关枪，甲你扫。你是战败国的啊子民，你是战败国的人民，你不听我的指命，你来抗命。你来啊，这啊，书院都不听话，机关枪给你扫。美国有出声无？
美国无啊，啊，实际上恁是战败国啊，恁乃讲恁是你的同胞，哦，咱同胞啊，咱来请愿啊，啊，组队啦，来啊，跟啊，迄阵啊，唔知发生遐多代志，大家都无去想讲，咱是战败国的人民呢，你爱一切服从呢。啊！你无服从，机关枪甲你夹来甲你扫，你要安怎？世界点点啊！美国出来反应啊？无，无啊！美国一个民主的国家，伊乃无出来反应。啊！恁家己要人民讲，你是伊的国民嘛？啊！四号，我讲一个较歹听的。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足重要、足重要。这个历史大家无了解，啊，无了解战争化，啊，战术啊，啊，战术啊，这人民要安怎？啊，听三年下来看，甲咱安排啊，看要支配去带去对，你偏要忙的，接受，不接受，枪毙。足甘心吼，咱啊足痛心，二二八这个事件，大家无去检讨，你是不是战败国的人民？迄阵啊，大家伫讨讨啊，你伫社会靠民望啊来推选你，咱五六个啊来甲咱政府交涉，叫伊爱安怎创，爱安怎创，安怎创，哦好来去哦，去全无转来啦，是毋是安尼？安尼你免啊发道理，这都是受到这个问题啦，啊大家唔知影啦。佮讲，哎、欸、啊，咱的同一个国家，咱是国民啊，伊是咱的敌人呢。咱迄阵啊，美国美利高来搞咱轰炸，咱细汉是讲，哦，美利高来哦，哦，来美红过河哦，拢啊安尼，拢啊咧走红过河啊。所以要甲大家讲吼，这个思考。咱大家去思考这个观念吼，啊，让大家知影，佮演变到2006年，啊，咱去咱林志坚率领228人去美国控股，到2009年4月7号，美国。啊，做出高等法院做出这个判断，啊，这几点大家都爱记嘞。第一就是啥，台湾啊，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因为咱摕一张车联牌一张，无互我的同意，伊就甲改国籍，咱就唔是这国的。所以咱无国籍，咱来请现在美国甲咱讲，恁来请什么？请台湾政府身份证是合法的，合法性100%合法。一提大洋，人唔敢拒绝啦。我去台湾银行汇款，召回去邮局。处理代志，啊，照接受。我去买高铁，啊，接受。现在因去美国，伫国内摕一张坐飞轮机，拢接受啦。安尼是毋是美国制度？要甲大家讲，咱这张是确确实实美国制造，所以唔相信
你摕这张入去美国去，你就会真清楚。第二点，无国际承认的政府啦，啊，迄、那个2004年10月25日，包多啊，鲍威亚伊安尼讲，美国国务卿鲍威亚将军伊安尼讲，中华民国唔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一个国家，伊只写甲遐清楚呢。咱即嘛是虾米国家？是美国委托来管理台湾，伊即嘛干那有一个管辖权啦，代替美国来管辖咱台湾啦，他只有管辖权啦。美国甲咱讲，恁现在是咱台湾的一个政府，现在台湾两个政府，一个是有管辖权的，一个是华里的政府，所以咱伫遮受训，真平安。咱拢遵守着国际法，依照国际法咧行，所以美国是甲咱讲，咱是一个政府啊，好啊，咱是华里的政府啊。过来，咱人民要受啊，生活伫这个联合中间啊。你若做黑蚂蚁做习惯啊，你若人民讲啊，都袂啊，安都真好过啊，大家都安尼都好啊，安那会要改变？红蚂蚁、黑蚂蚁的故事，大家唔知知无？啊，就是叫咱来做奴隶啊！啊，因都啊啊，讲因是高尚的中国人啊，我们是台巴子啊！啊，台巴子干那做奴隶俩？啊，这就是啥？那这个代志啊，伊一套一套。我讲甘麻藤理论啦，我发明的啦，讲甘麻藤理论啊，什么叫做甘麻藤理论？啊，都叫恁大家来选去啦，啊，各党拢来选去啦，哦啊，民进党的啦，台联党的啦，亲民党的啦，啊，什么啊，国民党啊，来，大家来选去，超过几趴有甘麻藤好食，一票30元。来选的拢有甘麻藤，啊，伊就大家若爱出来互选，这是啥物？这是延续他的寿命。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啊，这就是延长他的寿命。即马个呐，个也较厉害。讲，政党票，咱来甲登一下。今年啊，搁编500元给伊，啊，都四年照编啦，200元啦。你去登一个票尔，现了230元。美国拢唔知影呢，秘书长甲美国讲，哦，啊，美国讲，世界上有遐好康的哦。啊，我唔只甲讲，这是甘麻藤理论，好，大家拢有甘麻藤食，啊，恁拢大家对我行。莫怪国党派这些牛人啊，拢足兴趣选举的。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案例，波罗的海三小国成立的时候，因迄个是苏联占领，因那个搬船去，因遐较巧，比咱本土台湾人较巧，大家拢买去选，投票接啊20-30%，算出来，
去世界，世界无甲承认。到尾啊，迄、那个苏联派社讲啊，无好啦，恁去做民政府，恁去选啦。去投票90几%选出来，世界啊，甲承认。这都一个案例啊，咱来个啊，无要接这个案例，所以爱甲大家讲。选举，我是延长他们的寿命。咱啊，台湾啊，本土啊，台南，拢爱去甲投票，予伊选票降到50%以下，咱换去甲美国政府讲。世界上的案例，你爱接世界上案例去执行，啊，这也予大家清楚。啊，个。我咱过来看讲，这是台湾哦，伊那是美国军事占领中。啊，旧金山和平条约都写甲足清楚。啊，咧开这个做辩论庭的时啊，啊，法官问迄个国务院的律师啦，啊。讲旧金山到现在还有没有效？啊，迄、那个国务院的律师都一一五五啦。迄法官讲：“我告诉你啦，旧金山到现在还有效。”所以这也足清楚，唔只咱这个大学的啊法律系。拢无爱开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课，无爱予恁知影啦。恁知影伤济，恁就会作怪啊。知识分子较歹控制，啊，都无爱予你读，甲你禁止。好，啊，这有这个情形啦，吼。啊，过来，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啊，原告。就是本土台湾人，啊，原告是啥？咱这个单位啊，就是咱林志贤博士带领去甲告的啊，啊，有影因照做啊，甲咱成立啊华盛顿地区办公室，甲现在这个办公室都还在，啊，伫华盛顿地区四季酒店甲你成立。啊！大会庆祝大会，啊，上这两张图啦，啊，秘书长讲，啊，我未使出国去啊。伊讲，啊，你秘书长也无来，嗯，啊，伊都无爱领车轮牌，伊为金门偷渡入来了后，伊都无这个车轮牌，诶，这个要做，啊，伊都我。代表咱台湾人去予关伫台，关伫台湾嘛。好、哦，阿姨讲阿无安尼啦，这两张啊送予恁啊林秘书长博士，伊转来伊就知啦。啊，这就是证明啥？阿姨，就是伊主要占领全国嘛，吼、哦。啊，那是伊咧要控制这个台湾嘛？啊，甲你讲啥？这个啦。啊，咱秘书长知这个消息，你也讲啊，安尼足清楚啊。咱才组团去拜靖国神社，啊，甲去甲天皇接受。哦，啊，这拢是吼、哦，我甲大家讲的。拢是有用 PowerPoint 证据啦，这叫做真相啦。这啊，用真相甲大家讲，啊，这那是真相。吼、哦，这就是予大家了解。大家有兴趣要来参加这个做这个叫做啥？你知影？一、那个历史的。记载无？你要来做一个
历史的见证人啊，有啊无啊？你若有啊，准备十二月啊二十啊，拢十二月二十甲二五，咱拢二五啦。十二月二十甲二啊，这是二二是去拜啊靖国神社啦。啊，秘书长有讲，大家爱欠钱啊，吼、哦，若有兴趣的，吼、哦，咱这回。快250个无，哦，啊，这就是鼓励大家啦吼，哦，啊，有去过的人，我拢足清楚，大家我足兴奋的，哎，咱这个啊，咱这个旗啊，会得入咩啥？会得入咩？迄两个啊，哨站呢，安全检查呢，这个入去呢，搁底下咧盖。有呢，画蛮在蛮在呢。你看，讲天龙黑甲蛮在，天龙黑甲蛮在，我写会记哩啊。无我也袂记。好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啊，去啊画画，等下诶写会记哩啊。好啊，今麦要过来画那是，我足好哩，我足感动哩啦。这款旗啊，吼，伫遐会得入袂？啊，这叫做啥？真相啦，唔是有个人凊彩转转的啦。啊，这个要俾大家知。十二月十五啊，因为伊呐，伊透过外务神。要甲安排啊！外务省讲啊，足歹势啦！你若要见天王啊，爱半年前都爱拜啊啦！外务省无法度即马甲你拜啦。啊，透过美国，美国讲好甲你拜。啊，咱唔才会知，啊，咱哪会知？美国甲咱讲个啊，这都足清楚，吼！哎、啊，去甲。迄阵啊，伊要副主席尔咧，个款，唔是，吼、哦，伊遐做副的，啊副的去甲讲，讲啊中国都较好过啊，想要来买台湾，这就表示啥？那国家土地用买卖生效，伊若要买，该签一个买卖契约生效。这世界哪有惯的，所以要让大家爱清楚，这哪事实，那唔是事实，我唔敢丢出来给大家看。看这就搁也较清楚，这张是啥？这伫。北京的呢，北京的图案呢，北京翕的呢，咱来看卖咧。五月十四，这个日本的以前的首相，吼、哦，就是这个啦。啊，这个是啥物？温家宝啦，吼、哦，伊伫这个高峰会议啊，遐好大，讲。建国啊，不是这个，这个建啊，建国群岛啊，主岛为日本固有的啊领土哦。伊安怎安尼甲宣布？遐好大，食好大油啊！啊，所以啊，伊温家宝安怎讲？讲啊，这个建国群岛，伊讲是钓鱼台，是他们的核心利益啦。啊！大家去思想，去想，啊，哪会差遐济？以前朱镕基安怎讲？足歹嘞啊！讲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我煞消风去。大家去看迄个朱镕基迄个画面，甲台湾恐吓，迄阵啊要选。哎、欸，甲中国啊，
田无沟，绝对水无流啦。好，大家足清楚，这个照片就会使证实这个情形。过来，我看，我因为咱的时间吼，因秘书长已经我到位啊吼，啊，咱的时间即予大家看一下啦吼。啊，因为秘书长甲我交代讲啊，两点半嘛吼，啊，咱我可能讲我袂了，啊，因为我若有安排几个啊吼。即马要甲大家讲，我看咱这个部分吼，我可能讲到遮啦。啊，我用 PowerPoint 予大家看较真个吼。伊这个吼，这个甲这个敢有共款？伊讲创意啦，创意啦。啊，伊也甲美国讲，阮都想要用这个来做民政府啊。啊，安尼恁大家都足清楚啊。哦，啊，无，伊那要改这个国旗啊，要创啊，啊，这个旗啊，甲这个旗啊，看差哈济，大家啊，讲创意啦，哦，啊，这也要予大家知影的，因签啊，美国叫伊签啊，啊，签的这个互惠啊，啊，这就是安怎，台湾啊，迄个叫做我们台海的局势已经完成，这一下，这我唔是我咧讲的呢。这不是我咧讲的呢，这拢有照片存证呢。哦，过来，啊，这也不是我咧讲的呢，这是福州的新闻呢。啊，这拢安排好啊，美国甲中共拢讲好啊。那伊甲流亡政府讲啊，你去问。去妈祖，啊，无就这个所在要好因啦，哦，这个所在要好因啦，吼，啊，这予大家较清楚啦，吼，啊，我因为有真济啦吼，这拢予大家看者，我原早叫要放一些影片予大家看咧，讲这个啊，这个宪兵啊，这拢有影片啦。要影片啊，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我迄个影片我都无爱放啊，啊，予大家了解遮个代志吼，予了解遮个代志就好啊，吼，啊，这就是说，伊要引人入胜啦吼，说我们啊，台湾是我们的家园啦，啊，这个讲啥？即马这个咧啊，李克强咧讲啥？讲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呐、啊，是啊，讲话口气同款呢，啊，要甲咱拖拖到边去死呢？好、哦，啊，这我予大家知影就好。我原早有准备这要予大家看，啊，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吼，拢就是要甲大家拜托，就是回去。叫较有专业的、较少年的来参加受训，来个啊做未来为台湾搁较大个贡献，吼、哦、啊个来参加啊受训啦，啊来请新闻证啦，啊这是啊咱十三期的高级班的翕相，啊予大家知影吼、哦，我现在也有差不多六分钟啦吼。哦头五六分钟，就我这五六分钟啊，我要甲世界本土台湾人讲，因为我伫外国，我待十几年去，所以我呼吁世界待伫外国的本土台湾人，拢等来受训。咱这期来自巴西圣保罗的啊，迄、那个啊，咱啊，咱个。介绍一下啊，巴西啊圣保罗的黄先生，黄义廷先生站出来，给人鼓掌一下。感谢伊坐飞机坐遐久，我知影要去巴西吼，
坐飞机吼，比美国较，伊爱坐两天啊，足辛苦。圣保罗，我伫遐住三个月，吼、哦，啊，我嘛足清楚，吼、哦，足感谢啦，吼、哦。啊，过来，要阁介绍一个啊，伫西雅图转来啊，王慧锦啊啊，咱的童星，足感谢伊啦，因为听到咱这个论述，啊，就转来。足优秀嘞，我足优秀啊！各方面表现拢足好，即阿伯以后拢咱个外交官，迄时代足好啦，足好。好、哦、啊，过来啊啊有啊，过啊过来啊，加州来啊，石头上同心，我哦，底下底下，啊，实在足济嘞啦！啊，唔知有漏掉的无？有漏掉的，家己发一个声，好无？啊，多谢！啊，歹势歹势！啊，我作实的。啊，你来啊，发一个声来，甲啊，你什么来自哪里？我是伫纽约住二十几冬啦吼，但是呢，我因为经过纽约了，佮走去中国待一阵时间，佮待伫香港待一阵时间，才倒来台湾安尼啦。哎、欸，啊，所以，遐，咱爱提出，咱为着向台湾表示的一颗心，要来贡献台湾每一项代志，咱都爱忠心实实在在来做代志。谢谢。啊，我足感谢啦。实在时间很紧迫吼，啊，原早有安排几啊同心要来发表这个心得吼，啊，我看时间差也有三分钟吼，啊，无安尼啦，啊，那有咱有选到遐吼，后期啊吼，后期，安尼唔知会歹势无？哦，歹紧啊，歹紧啊，好啦好啦，秘书长讲要过限我一点啊时间啊，好，我。即嘛，请台北市的啊杨典啊林啊同心，伊来甲咱发表伊的心得，来几分钟啊，请你来甲世界本土台湾人讲，咱有这个心，伫遮甲完成，啊，互世界本土台湾人拢转来，我那是啊。世界台湾商会的成立的代表啊人之一啦，我要甲大家讲，吼、哦、啊，所以讲希望鼓励世界的本土台湾人等啊，咱即马请台北州的代表来甲咱讲一寡心得，足感谢，足感谢。张议长，各位长官。各位同心，大家午安，大家好。本人是在这个过去时代，这个金融界服务满六十五岁，届龄退休。那么今仔日呢，也受到咱的台北州长、吴州长的指定，啊，叫我起来讲。啊，我是读商的，如果你若是讲，要叫我拍算盘，我绝对不愿输别人。啊，若要讲话呢，我是要退伫后壁，吼、哦，因为迄个毋是我初读的，要讲话是毋是我初读的？但是呢，州长所指定，我也唔敢违背。你搁一百万分的这个母爱，嘛是袂使，爱服从命令。所以我今仔日嘛非常欢喜，会当在这个所在，含各位来见面，我嘛非常的欢喜。为什么本人来参加今仔日的这个见习会？就是今年。这个清明节，本人呢，我的家族，这个清明节孙郎总是爱等于这个陪亡，就是咱所谓的这个祭祖。那么，我呢，那是宗族，规个我呢，即卖的这个家族，每一年拢在这个清明节孙郎会等于祭祖吼，拜祖就对。差不多拢是北部、中部、南部拢总集中。每一年，阮因个是宗族，所谓的这个历代的祖先的这个
诶，即个连棍拢做是藏伫，拢藏伫迄只哩安尼。啊，所以每一年倒来，就各地倒来，大部分拢接近差不多有一百个左右。那么这做了后呢，大家当然是聚餐，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阮的家族的即个诶，做伙聚会的一个时间，伊的一个时间点化咧吼。啊，所以在即、這个这做了后的时阵，当然就有聚餐，聚餐的当中，我的孙啊。我要提起讲，咱个有起码有成立一个台湾民政府，那么这个台湾民政府，我详细伊有甲我详细说明了后的时候，我感觉讲，这个符合我的理想，啊，所以我是能言不实，我就马上就参加，啊，就参加伊提申请书来，我就填，那么填了呢，这个欠身份证，我就用补身份证去给伊，啊，了后呢，我是非常的积极，随时就来参加咱这个建设会。哦，啊，含各位有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我嘛非常的欢喜。嘛，今仔日呢，这个短短我来参加咱这个短短两三间的这个课程，啊，当然是所了解未解多，但是有这个咱的这个林秘书长的这个册，我后边足一本。那么，我会利用这个时间，等下好好来看，好好来研习，哦，好好来研读，来了解较多的。哦，啊，这个是我即卖即个也呼吁，这个各位，咱的大家同心，会当讲利用这个机会，咱的这个上级可能有安排，伊有安排这个各种的这个计划，那么有这伊的目标，可能有安排好啦。啊，那安尼，咱我是呼吁各位大家吼，有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好好同心协力来协助咱的上级，来推动咱这个会务，会当讲早一日来赶紧。后来来达成咱的这个目的、这个目标，是嘛？咱台湾呢，你大家所知啊，我唔是批判政府，即马政府使这个伊的这个政策是错误的，政策非常的大哦，介些乱象。更爱卖讲，就讲最近的今的一个就好啦。这个司法的判决明明都贪污哦，啊贪污呢，伊唔想做贪污的条例那个判，当作无名的处置。哦，处罪啊，这是一个轻判的这个方式。哦，钱好伊个无罪有罪，钱好伊个有罪，收到钱的人无罪，这个有道理，这是非常恶、哦、一个无正当的这个司法的判例安尼吼。所以我是讲，呼吁各位，咱大家动手，咱配合咱的即卖上级的政府，上级来推动咱这个会当达到的目标，会当早一日。达到咱这个一定的这个目标的人数哦啊，同时呢，我嘛希望咱的上级啊，国积极来含这个美国方面来接洽，来推动，同时嘛，也当个催促，快当咱较紧实现咱这个到民政府，这个较紧的实现来解救，来也当来哦，咱和咱的同胞也当过着一个真好、真快乐、真安定。吼、哦，真幸福的这日子安尼吼，啊，这只另外只，祝福同时嘛，祝福各位大家在座的各位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哦、啊，同时家庭美满、幸福、快乐，多谢，谢谢。啊，咱足感谢咱台北州的代表吼，啊，咱啊杨典林啊同心吼。咱即马要阁请啊，新德州傅胜英吼同心吼啊，伊甲即三工啊来遮受训的心得啊，啊来分享予大家啊，请吼啊，我足少年，啊我足优秀，咱甲鼓掌一下。大家好，我是傅胜英，我在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然后我本身是台南人。那其实我来参加这个演讲跟这三天的研习是我妈妈带我来的。一开始我也是就是懵懵懂懂，不是很了解，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就是的教育就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国家，只是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运动选手出去都会有中国大陆的人反对。然后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加入联合国。那我觉得这一次的种种，还有一些照片啊，跟一些资料，其实验证了很多事情，让我们了解，哎，原来台湾在国际情势上面的状态是这样子。那其实我对政治没有很大的兴趣，也没有很介入，但是我觉得
这一次的课程，让我们了解更多。然后我觉得我会更有信心的去跟我旁边的朋友分享说，哎，其实有很多的问号，它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没有追根究底。可能这也是我们教育的关系，就是老师不会教我们追根究底，只会告诉我们答案。可是那个答案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理，我们并不知道。那其实政权的转移是不容易的。那如果说可以用这种和平的方式，然后就是政权转移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大家可以成为先驱，我也可以成为，哎，不是先驱，先行者，先行者，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那我觉得可以就是珍惜这样的机会。如果说有诺贝尔和平奖，我真的觉得应该要颁发给秘书长。谢谢，谢谢大家。真正伊有思考到这个问题，这实在，那咱这个是真正是要用和平转移。美国也甲咱讲，安尼秘书长真正，咱国甲秘书长鼓掌一下好无？咱推荐啊，咱诺贝尔和平奖。哦，这个创意足好嘞，这个创意足好嘞，哦。啊，这实际上也是安尼。哎，曼德拉甲伊都是会使啊，甲迄个叫做啊，印度的迄个叫做啊，国务院的迄个啊，摕和平奖嘛吼。啊，所以，这是足好的时刻吼，予咱大家有一个搁一个目标吼。啊，来，咱搁请咱台南州的叫做张英。阮啊，同心哦，伊来甲咱讲伊个心得一下。啊，感谢院长给我这个机会哈，啊，甲大家发表一下我的心声哈，啊，各位同心大家晚安。晚安。哦，啊，这几天的上课哈，啊，我家己感觉哈，诶，这是一个改变呐，哦，这是一个改变。我感觉这个也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个改变哈。啊，这个改变，因为我昨昏有这个座谈嘛，然、哦、后各行各业，而且精英哈，啊，大家拢在讲伊的事业的方面嘛，哈、哦，佮讲伊的一寡过去哈，啊，其实听听起来，让我觉得讲同样的一个性质，就是大家拢希望改变哈。哦好、哦、啊是啥？咱要想要改变的哈、哦？啊，咱的现状哈，其实就是讲我家己的想法啦哈、哦。其实咱伫台湾即马安尼，吼、哦，这个立鸿政府安尼甲咱通知哈、哦，咱有发生到咱的人格上的扭曲啦，好、哦，啊，个咱的价值的扭曲，哈、哦，啊，人格扭曲哈、哦，就和我产生一个疑问，就讲、是，我到底是啥物人？哈、哦，我到底是啥物人？哈、哦。啊、有人甲我讲我是中国人，啊、有人甲我讲我是台湾人，哦，啊、有人甲我讲我是这个，这我别讲安尼对啦，吼，你非常混淆啦，让你不知道你的归属是啥物啦，吼、哦，你的归属是啥物，拢唔知，啊、哦，啊，个一种价值被扭曲啦，啊、哦，价值被限制，哈、哦，啊，这价值限制，伊可能含在讲，咱敢来当趁钱俩，哦，啊，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有两个印象。两个建筑物哈，两个建筑物，第一个建筑物啊，嘉南大圳，第二个建筑物啊，台北101，这两个建筑物你看起来是咪拢很宏伟，哦，很宏伟啊，但是呢，你若去过嘉南大圳的人，你有看到八天与一夜梦无？好，顶面有一个八天与一夜伊个雕像，伊都坐咧遐，伫遐舒克，有无？啊，你若看这个八天与一夜像啊，甲台北101。台北101，大家唔要注意咯，伊顶面有一个 logo， 迄 logo 是中国的古钱，有无？哦，啊，所以讲那么宏伟的建筑物，它所显现出来的价值是啥物？钱尔，都是干那钱尔，好、哦、有没有？所以说，它给我们的灌输的价值就是讲，你都干来当趁钱的，好啊，其他你都唔免想。好、哦，但是八天鱼迄个像，伊坐咧遐思考，伊在思考啥物？伊是咧思考国家的建设。好、哦，要安怎将这个嘉南平原改建设，讲可以有最好用，哦，啊，这农业会当发达，可能是咧建设一个国家，哦，建设一个地，这个地方，哦，所以讲这个价值是完全无同款，哦，啊，过来就是讲，
咱既然是来这要改变，咱来讲啊，无咱到底是要哪来改变？好，要来改，要来改变。哦，咱常常看电视广告，有一个 Nike 的广告 ，Nike 的广告，伊做简单的嘛吼，就加几字尔嘛 ，Just do it， 有没有？哦 ，Just do it， 哦，就是讲去做就对啦，吼，去做就对啊。哦，啊，咱要安怎做咧？过去咱伫这个有咧投票的时代啦，咱拢是讲透过咱的选票会当改变一个政府嘛，吼。啊，但是咧，啊，咱甲呾咱有呾改变无？嘛是无得改变，吼。啊，就讲咱即摆来遮上课了，啊，咱想要改变啥物？咱敢卖过去投票？哦，卖去投票哈。所以咱的改变是改变讲卖投票，好卖投票，吼。啊，咱的行动咧，要安怎讲？咱的行动爱安怎做？吼，咱就甲讲出来就好啊，吼，说出来。咱今日上下一节课，然后即几工啊上下一节课，咱就甲讲出来就好啊，吼，讲出来啊，甲传出去，吼。啊，过来就是讲啊，咱甲想吼是不会改变的啦，吼。所以讲咱有行动，啊，行动我拄仔讲的，讲出来，传出去。啊，过来咧，申请身份证，吼，申请身份证。啊，过来咧，来上课，吼，啊，上课刷等于咧。看一寡资料，吼，看一寡资料，吼，啊，咱可能嘛有一寡年岁啊，吼，有当时啊看册会爱困度久啦，吼，啊，但是安那，困了安怎，精神搁看，对不对？吼，精神搁继续看就好啊，吼，精神搁看，吼，因为看册会当开阔我们的视野，但是咱看对的册，吼，咱看对的册，啊，所以讲，咱必须订阅的新台湾论，吼，我嘛有买。好，我要等下要好好甲看一下，好，加研究一下，哈，研究一下。啊，佫有就是咱一寡咱台湾过去的历史，哈，即历史的即个资料，好，咱较早受国民党的教育，哈，中国五千年历史，吼，好几册啦。啊，讲到台湾的时阵，我剩几页尔，有无？啊，他是故意不让你知道台湾的历史，哈，故意不让你知道台湾历史，哈。啊，讲到这，咱来上三讲了，哈，啊，咱有感觉大家做伟大无？有啦吼，有做伟大啦吼，系啊，咱哪伟大咧？咱老一代爱安那，咱乖学日语对不对？吼，咱学日语嘛吼，大家做伟大，好吧？啊乖啊，咱来个学啥物？国际法嘛，对不对吼？啊乖，了解战争法嘛，吼，好吧？啊过来咧，吼，咱的历史是不是要继续读？吼，咱有正确的历史观，啊，正确历史观，吼，啊，我家己的经验，吼，啊，我是去看外国传教士，吼，来台湾传教。大概十九世纪，哦，有两个传教士很重要，在北部的叫做马杰博士，在南部的叫做甘威林，哦，甘威林这传教士，这两个拢伫十九世纪家，哦，啊，他经历过清朝末年啊，加这个日据一八九五年之后的那个两个时代的那个台湾的当时的这个生活情形，哦，他有很多的记载的内容，哦，啊，大概来要较了解咱。本土台湾人的文化，跟咱本土台湾人的一些地方的地名，吼，甚至讲迄个语言，吼，啊，请大家哈，这两本册爱去看，好，医生，谢谢。咱因为时间我超过头要十五分啊，吼，啊，我看咱就。安尼来加结束，啊，咱休困十分钟好啦。咱起码拄啊45啦吼，啊55吼，请大家搁转来青菜的后尾，咱的秘书长伫遐，咱大家足欢迎搁55，咱起码就是55分，搁大家搁转来。啊，咱今日就到这吼，啊，感谢大家吼，啊，感谢大家，啊，我甲报告啊，感谢，谢谢，啊，甲介绍，好，请起立，今日休困十分钟。